年53岁嘅前无线艺人林晓峰，入行多年，无论拍戏抑或主持节目，都经常以搞笑形象示人。特别佢喺《掌门人》系列节目当中担任长老，更加系深入民心。不过喺香港演艺圈发展多年，演艺事业始终都未见新起色。为咗另觅新出路，前年佢参加内地综艺《披荆斩棘》，凭住出众嘅唱功一炮而红，成功令人刮目相看。呢几年，林晓峰喺内地嘅人气持续高企，佢继续以歌手嘅身份亮相各大节目，成功吸引咗一班忠实歌迷嘅支持。近日佢更加正式宣布要喺内地开巡回演唱会，分别喺广州、深圳、顺德、东莞开 show。 消息一出，歌迷随即激动大嗌期待，不过亦都有人听到消息之后表示愕然，质疑佢从来未出过专辑就直接开演唱会，感觉好奇怪。更加有人揶揄笑佢，边度嚟嘅勇气，你哋又点睇呢？